亲爱阿姑，老早已经开学的准备两天，感谢主，让我伫三个月的休困有真侪时间做家己爱做的代志，嘛未通做做亲近主，放轻松。上帝真是怜悯的，经过两天的上班。已经有渐渐适应上班的模式，也家己慢慢调整生活的作息。对未来究竟要怎样在婚姻的内底更加多的服侍教会，和传福音更加有功能，是我真愿望的改变。总是我的家庭目前真予我忍耐冲突，只有伫佚佗的顶面是目标。我真希望上帝予我会通得到较侪的出来服侍，伊嘛乐意。